兄弟，大师兄给您拜寿。还行吧，彼此彼此，不错不错。哎，坐，哎，兄坐。咱哥俩有十几年没有见面了，应该好好的畅谈畅谈了。孟天神，你又在作寿了！十年前孟天山你欠俺的债，今天该还了吧？哼！嘿，哦，原来是太行山江大寨主。哎，孟天山不敢见人吗？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江彪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俺就是要你这一句回话。十年前咱弟兄在太原府作案，有人向官府通风报信，坏了俺的买卖，害了俺弟兄的命。后来俺查明，就是你姓孟的干的好事。不错，咱们弟兄在江湖上为了吃饭打家劫舍，这也是常有的事情。可是你们强奸民女，乱杀无辜，伤天害理，无所不为。所以我姓孟的不能不管。我们哥几个叫你呢，把他放下，把他放下。站。师傅的衣服怎么个赔法？你是什么人呢？先赔衣服再说。放手！你不赔我不放。哼，好，赔。我不跟你打架，我师傅的新袍子还是卖了黄牛才缝起来的，今天还是第一次上身。咦，你个小兔崽子，你找死你！你到底赔不赔啊？好了好了，你师傅的袍子由我来赔，你先下去。我冲着他赔，他又走了，你又不认账，那我找谁去啊？顺子，他不赔衣服还打人，太不讲理了。他奶奶的，俺倒要教训教训你。好。顺子。名师出高徒啊，你应该得意啊。嗯，请请请。
师兄，马顺，马顺，你是谁啊？小弟孟小山，有事相商，请马师兄出来。在这儿呢，窗户外边。各位师兄，你们干什么？咱们想领教领教马师兄的剑招。不，我不能随便比武的。你倒有自知之明。哎，什么自知之明？怎么？你是装傻还是真的不懂？你们要怎么样？嘿，马大哥，今天你强自出头，露了好大的脸，叫咱们师兄弟黯然无光。你想想，不太过分吗？这个我没想到。嗯，这小子装蒜，多说什么？好啊，他还不消跟你动手呢。师父吩咐过，不能跟师伯的美人失和。哦，哼，师伯，我的衣服要赔的。哥，你们怎么了？哦，上来。好了，要是伤了他的命，季师叔脸上不好看。今天饶了你，少爷失陪了。走，大伯。白天咱梦见水里浇的老，哎，我就是那个老叫花子。老张，白天睡上了没有？又酸又疼。来，给我捶几下。清廉。
轻了，年轻小伙子挨了人家打就萎靡不振，太不中用了。来，再试试看。请让我一拜。起来，起来。小伙子，说你不中用，你还真不中用。你要是有心的话，就怎么样？就练到天光。您教我。嗯。看着，一手一枝草，不多也不少，运足丹田气，左右两边挑，身轻如头云，气势如鹿，欲低不能高，上下先答应我一件事。是。我教你剑法，你不能告诉任何人，就连你的师父跟师妹都不能说。您知道我的师父跟师妹？否则你要泄露今晚之事，我老命难保。啊？为什么？不要多问，你答应吗？马顺若泄露一字半句，定遭天诛地灭。好。已经起来了。啊，是我刚起来。哪儿来的？昨天打架打伤的。谁说的？昨天你跟江彪打架，他一拳一脚打在你什么地方，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。这明明是剑伤嘛。我不能再叫你空心菜了，是不是孟家的人欺负了你啊？咱们告诉爹爹去，也好叫孟师伯评评理啊。不不，那是你的不是了。我千叮万嘱告诉你，跟师兄们不要失了和气，怎么打起架来了？师父，我这几位师兄已经告诉我了。师父，我没有。还说没有？做错了事还想抵赖？爹，问问清楚再说嘛。师父，明明是他们八个逼我的。哎，师弟，我们没有逼你啊，你可不能乱说。昨天晚上你们八个打我一个，今天孙子，
打不过人家就别开口。你们八个要打就打个明白。哪个不来是狗熊？师兄啊，啊，是顺子不好，这个乡下愣小子不懂事，我已经教训过他了。哦，既然如此，你们领教领教马师兄的剑术也好。是啊。剑法是你教的，马顺这几招叫什么招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有话要问你，咱们到里边去谈谈。上上来！来，我原来是你给杀死。偷了他的神功，你想称霸天下，还不快到师父坟上叩头谢罪？这，你应该快点把神功谱交出来。为什么要交给你？我是大师兄，要是我不交呢？那你就是不忠不孝不义之徒。好，偏不交，看你把我怎么样？你狗！对呀、啊，快抓凶手！快抓凶手！是，走，对，快，老弟们，老弟们，好，我爹爹呢？你们等着，拿到了纪长根，送官法办。
你从窗口逃走的。什么？你说谁？你问他，我是来救他的。哼，就是他，谋财害命。你怎么不知道好歹呢？采花贼，采花贼。哎，胡说，他诬赖我，捉贼捉赃捉奸在床，你还想赖？采花贼，把他绑起来。是啊，你为什么这样呢？送。大哥，我叫马顺，被人陷害，受了冤枉，被关到这儿来的。大哥，请叫。滚开！好吗？好。师傅呢？你还没有回家。我没地方去，就住在孟家。你是个害人的地方，怎么还能住下去？孟师伯的伤已经好了，孟师兄对我很好。他天天上衙门来打搅你呢。什么？谁要他？不要着急嘛，慢慢的会放你出去的。
什么会做这种事呢？你以为我，你？师兄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仇明啊，给你送喜糕来的。什么喜糕？是孟师嫂送给你的。谁呀？孟师嫂吗？就是你的师妹季姑娘。啊，今天是她跟我孟师兄拜堂成亲的大喜日子。他叫我送喜糕给你，不是挺够交情的吗？啊！让我死了算了，何必要救我呢？哼！就算有什么委屈，师不离酒是为了你那个师妹。人家既然对你无情无义，你又何必放在心上？是的。知道就好。可是我从小就跟着师父20年了，跟师妹一块长大的，他不是无情无义的人。不过我师父闯了祸，撇下了我们，不知道去了哪儿。你师父是谁？他也是武林中人。叫什么名字？他叫季长根，是个老实的乡下人。季长根是个老实的乡下人。当然是的。他是铁骨仙长申建梅的徒弟。是的。他是孟天山的师弟，一点也不错。我就是个孟敌人害的。哦，孟天山心狠手辣，季长根奸诈阴险。谁说的？
我师父绝对不是这种人，你不能不明不白地侮辱他。你才是个老实的乡下人，你要知道你师父的事吗？什么事？是我亲眼看到的，亲身遇到的事。申老师傅从此改头换面，云游四海。孟天山跟季长根以为他已经死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么申公朴呢？为了他我吃了很多苦。为什么？武林中人各门各派都在搜寻这部书，不能让他落在恶人的手里，虽然我历尽危难也不能放手。天下之大，可为之事不知多少，可是你只为了师妹就自寻短见，实在是太不成器。我忘不了他。谁又能忘情？可是为了除暴安良，修炼神功，一定要消除思念，不能再受私情的牵挂。Yeah.
蝎子。这是最毒的蝎子。啊，这是古传秘方解毒仙丹。是来暗算我的。谁呀？绿林大盗、江湖恶霸、地方土豪都找上来了。这是武林中常用的最毒的毒蝎，好在我有解药。不过解毒之后要恢复元气嘛，还要好吧，是你修炼神功的时候。石大侠，哈哈哈，久违了。哦，原来是密宗老丈雪刀高僧，哈哈，真是久违了。你好记性，还记得在下。石大侠，上穷碧落下黄泉，找到你可真不容易啊。老丈半夜三更伪装到此，有何贵干？现在我们同求一时，只要你不嫌弃，何妨交个朋友呢？请问这个朋友如何交法？石大侠，你是个明白人，请你把神功谱拿出来，我们借为盟友。原来老丈还是为了那部书啊。是的，我是为了神功谱而来的，这回我非拿到不可。
要是拿不到呢？嗯，给他跑了。不要紧的，从此这里不会太平。为什么？墙都破了，谁都会来。去，我不能不去呢。出去。嗯，好，我跟你走。小女不幸病故，有劳吊唁。这可随了你的心愿了。我看倒是随了你的心愿了。要不是小女为你忧烦而死，你怎么肯走出监狱呢？谁都知道，监狱怎么会关得住你呢？你宁可害死我的女儿，都不肯把申公朴交出来。
今天不能再怪我无情了。你打算怎么样？哼哼，我并不打算怎么样。现在你已经无能为力了。什么？我生怕有不肖之徒开棺侮辱我女儿清白的遗体，所以我在棺木上涂上毒药了。你应该知道黄龙金丹是天下第一毒药。身上带有解药。这是谁？哦，原来石大侠带来帮手。大概这个帮手没见过世面，不知道黄龙金丹是无药可解的。多了，让我把青莲的事告诉你。大哥，你歇歇吧，不要多说话。不要紧。七年前，我碰到了他。
为了容貌，终身不肯在家，所以我宁愿待在牢里，每天看着青莲的花。可是我还不明白，要是你把那部神功谱交出来，你跟左家的女儿不早就成了夫妻了吗？为什么？难道你还不明白这个道理？就因为这部书不能落在像左仁义这种人的手里。哎，是的，这也就是沈建梅老师傅宁死不肯传给孟天山季长根的道理。我明白了。你要记住，大义当前，一个人不能以私情私仇为重。我记住。梅园，有什么话你说好了。就是那部神功谱，现在你是唯一的传人了，你要尽心尽力的，千万不能让他。我知道。宁死也不能放手。我知道。你养神要紧，平心静气，内毒也许还可以消解。不行了，我哎，你今天真是巧遇，没想到石大侠从监狱里跑出来，身中毒害。这一位想来就是神功谱的唯一传人了。
仙人掌。左三右四，七上八下，花开满树，一柱惊天，三步五阶，七宝楼台，只一九霄天。来世家父得到消息，左大人眼明手快，已经把武林中人人追查的石龙先下了手，可有这回事？哎，说来惭愧，这是家门不幸。石龙跟王女青莲有一段不可告人之事，所以我不能不忍痛下手。我看这件事情并不如此简单，左大人不必故作懵懂了，家父命我来取石龙留下的神功谱。可惜神功谱不在我手上。哦，左大人太不给面子了，要是不给小辈回去复命，那只好放肆搜查了。孟师兄，刚才所说只不过是一句戏言，想试试孟师兄是否有诚意。那么左大人的意思是？哦，如果你真要这本书的话，我倒也愿意公诸同好。哦，请跟我来。
现在乖乖的啊。这第一炷香，求老天爷保佑夫君解种去毒，不再受亵渎之苦。空心菜，你说呀，求菩萨保佑爹爹病好。这第二炷香，求老天爷保佑我爹爹早日平安归来。求老天爷保佑他平安，保佑他早娶贤妻，早生贵子。你是说空心菜舅舅？吩咐，你有什么无名种毒啊？呸！我才没病呢。哈，那你叫我干什么？哦，我问你，给毒蝎子咬了，你治不治得好？不管什么蝎子，在下都能药到病除。嗯，我就给蝎子咬过，靠一种解毒仙丹呢。多少钱？病人呢？哦，是我师兄啊。哈，看我的。被毒蝎咬了七天七夜，荆州城的名医全都请来看过了，还是不见好。妈妈，空心菜，现在大夫给爹爹看病，你乖乖的啊，到外边去吧啊。这是秘传的万灵仙丹，要是再擦不好，那就没有救。哎，多少钱？这个。啊，好，谢谢。快给他擦药吧。这是万灵仙丹，迟早我们这边谈。
干什么？嗯。给我。不要急呀、啊。现在我拿着，晚上一过二更，你到柴房里来，我再给你。为什么？师嫂，这几年来我对你的苦心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你，你又不是不解情意的人。你，你不要这样。你放心好了，我的嘴呢紧得很。记住了啊。半夜二更，柴房里相会啊！是来了，师嫂，我知道你会来的，我等了这一天，等了好几年了。答应了我，我把药给你，大家没事。要不然，我把它扔到井里去，休想拿去。仇明，你要是不给，我就要叫了，让大家来看看你这个无情无义的混蛋。无情无义。我看无情无义的是你自己。啊，什么？你害了马顺，不是无情。你嫁给了孟家，不是无义。当年孟小山串通了翠红陷害马顺，差点送了命，而你反而嫁给了他。啊，师嫂，我的心意你也知道，就看你怎么样了。现在你总该相信我了吧？你自己想想也好。啊，这个我拿着，你什么时候答应我，我什么时候给你。在这儿等你啊。
就让我去宰了他吧。不，小妇人责任大，还是用老法子吧。就是对付季长根的老法子。我去叫他，你去找人。求你饶了我这一次吧。不行。好，师父，这是你逼我，这就怪不得弟子了。畜生，他逃了呀！快追！快追呀！快追呀！快追呀！快追！快追！人都走了啊！您装的真像，就像杀死季长根一样，没半点破绽。舍得下手吗？还不快把贱人杀了！
放开！难道我怕江水不成？人！空心菜！人！知道吗？我爹是给他们害死的，就藏在那个地洞里。还有，你也是给他们陷害的。我全都明白了。你怎么来的？我白天来过的，我放不下你，又偷偷进来，所以全都看见了。什么？你在这儿？我就是白天那个郎中啊。慢慢再讲给你听。趁现在没人，我带你走吧。走，快！哎，我的空心菜。是你放了他们的，孟小山。你走吧。我替你报仇。
快走，快！太迟了。
师妹，空心菜，空心菜，他就是你的空心菜舅舅，请你带他走。师妹。